Amix 人人都有着优秀的实力，在刚出道时的花絮中能够看到，女孩们光是暖场的清唱，就足以用歌声征服所有的人。배터리가방전되었습니다지금 Mix 也释出了新歌的舞台花絮，被一如既往的在后台清唱开嗓，没想到竟然收到了莉莉的回应，聊聊那仿佛能够治愈人心的歌声，真的听得好舒服。아득한사이틈에가려진그마음이느껴지는걸눈앞에아른거린부아저저말할게있어요哇，我一个完整不会说中。Amix 真的仍然都有着又稳又强的歌喉，希望公司能给女孩们更多更多的表现机会啦。这个是最不会在我手。对呀。啊。감사합니다